外国在本人报道了安平公路、天海、龙都路等出现积水冷烧的情况，引起吴光方面的重视。新闻播出后，当地迅速组织施工，修复路面，疏通管网，排除积水。此在暴雨过后，安平公路龙都点起上某些附近路面形成一口小地洞，附近上好难。两年来，此条路洪涝逼近。为此，上好会正多次清理排水管，但消耗甚微，只能磨水轻谈。讲呢个有几路一车，几路过来过去落去搞路，用那各地边个地挖地啊，个头尾的管啊，你做一个有直流一出水口，你只去一小根，而家成只个变个二十个。这个情况经本人物报道，引起有关方面的同事。新闻播出后，龙洞丁政府立即联合当地村委会派往高雕实施整改。城市啊，车辆促进两日道路呢破损，水道堵塞，只等两江大雨水堵塞到呢个，无变头。林村对此高度重视，及时整改，促动高级甲能力进行改善改造。那只报道，加只天灾，就有关部门就来开始施工动工咧。哎，只要农民就只要来加班，现在就对方只要也铺好啊，过往工程前落就方便好在咯。落雨天出行多有不便，特别是崎岖坎洼嘅道路，通行更困难。大后江下尾乡附近有一条路就布满坎坷，崎岖难行，可比苦瓜路。附近群众就迫切希望有关方面有边对这条路真行真修。硬在这条崎岖未平、泥泞不堪的路，虽然叫唔出路名，却是通往后江区知名景点下梅庵街必经之路。就是平时经常来路，只做这间会看龙马座。这个是后梅庵，就是个古迹。那证明件，这个日落啊，个门下非常硬。那是这些路来个好唔方便，从不入去。闽江湖，未到车南岸，尚有下梅庵的说法。下梅色桥，花被评为后江区十大南部景观之争。爱前往下梅庵，要经过这条崎岖未平的路。这让附近群众甲无名前往的游客深感不便甲扫兴。搭卡车、塞摩托都唔方便，好，送到好多红尘唔方便。这条路车好是啊，因为这间有个景点开个茫茫出，人过路人行通过就不作作性啊。好天出行要小心应，日大热天，这条路即顶透不一样，令人睁唔开眼。附近群众就迫切的希望，当地有关方面能尽快把这条路整修者，让市民的游客有一个好的出行环境、甲台环境的心情。好严重的营业，因为个撇过很多景色，因为我说泥头车塞到过，了这个过看不到这种营业，你上网看无啊，唔敢提起来个。政府甲有关部门呐，就协商的呐，就来这件条路平好。去咱广大民众，人来吼，也来佚佗啊，也来只个逛逛这个呀，搞咱买房都真算住，咁住啊吼，人有个美好嘅环境。徛起到天一区天华街道，刚想结束写老街，但临时黄杨打，因人来个天花板漏水严重，虽然经过努力后，找到了楼顶嘅业主，但门对资金无边改革，直接咱嘅生活大受困扰。但临时徛起到206号房。来这个房间两阳台已经无边徛起，像铁皮蛋白里水池棒棒。但能是但，管理在阳台天花板开始残漏，后来愈来愈严重。如今由于房落漏顶，房内的空调也已经停止，日益怀疑是楼顶的排水管出了问题。三四年生意就当回事啊！你往过去也是无去注意，你就惊啊古早，你啊就生活怎啊生到白干呢？钱吐落来啊就生。你当啊生日办大落雨，某时往滴下半日就光我收落去，伊表妈老伯担起大落滴啊，就担滴下半就光破死话咪，伊生也醉啊，生寒门来啊，难话当滴当滴，只只白只干呢当气落来，你无得了做滴啊，过去啊就生。但能是大，隔壁个住户来，阳台天花板也出现残漏，至今无边最少。在楼顶的房屋暂时搬到房山东界提租，伊也几经招致，除开了楼顶房屋界广人人阿勇界两个方式。明仔邓能时终于跟阿勇处得良好，
但对方表示落开会，就匆忙挂断电话。喂，你好，用啊？我这种忙在写，我开会，我跟你讲，你做啥？老唔爱我咧，那我真该咧打挂句。我这排句也好落噶，我咧西沟个来沟北青个也老半小时，正啊扯出落来。我结果也拍边度咧？哈，你过掉啊？邓女士希望对方学者相关情绪抬高波头口，能够尽快再来加以协调解决天花板漏水的问题。希望他今啊转来，又来又又买条管来，将你来修理，也是三两啦。大家出看那边，老是那那那未修理了，不影响的，人啊是三。你在对面的应该已经已经出门是当落拿，楼顶三楼对面应该是当落拿。俗话得，人有三急，但再急也莫随地大小便。七月六号，有市民遭到市区泰山路拍到奇葩的情况，一架大埔道车辆等红灯的时候，竟然落车到马路顶摆小便，如此落眼睛的举止，实在未文明。当天晚上八点过，市民张先生开车途经泰山路黄杰南二街附近，我着红灯亮起就停车等候，坐在。在方一辆汽车顶个一名男子，突然拍开车门落来，然后到马路顶小便。这车又拍，这个上险嘛？我认为个上险应该是有咩事故嘛？所以还要讲要上险，伊要开门出来，要去随便个这个小便，还是咩好尴尬嘛？驾车记录仪视频显示，一名男子当时非常急。拍开车门之后，就直接到道路中央的火大附近小便。张先生表示，大庭广众之下随地小便，不仅污染环境，还可能影响交通外窗。公司我是去后摆嘛，因为我上班时间个车辆也是复杂个，有可能为只个后摆车辆做也是有可能拥堵嘛，也有可能发生只样个事故嘛，所以只个属于交通个违法行为嘛。张先生答：人有三急可以理解，但如今市区到处拢有公共厕所，并未恶出，切不可到交通繁忙的马路顶小便。希望大家提高文明素养，树立公德意识，遵守公序良俗。咁所以我这个市民，这个文明城市唔应该这样嘛？希望我每个市民都遵守我文明责任嘛，开车少这个文明嘛，至少这个认这个车究竟爱这个卫生界好处理嘛。继老街坊强心操之后，近期网络上又一强心动作火了，伊就是叶梦东。这样子，正多警方模仿这只动作的网友当，有人哩因此受伤。对此，卫生提醒，并不是所有嘅人拢适合做入门动这个动作，模仿花叔两粒字惊。入门动即单腿下动，另一条腿冲天向空，甲地面平行。王子电影入门动，入门经典嘅动作。有人认为入门动能够增强腿部力量，锻炼正嘅下半身。近日，随着外地一个小小嘅后生囝带回入门动之后，多视频平台上兴起了入门动嘅挑战热度，正多网友纷纷晒出家己嘅挑战视频。这样子，正多嘅挑战者当有人却慌了车，有所甚至热了乌烟。外地嘅小灯算是最不幸嘅一届，多模仿当亦因为硬力过猛，导致提破力出血，不得不住院治疗。而小灯是一名微学生，花到江定区实习。伊个经历也让直升网友超高到听，调侃伊甲区是创业者。汕头市东莞县江定区主任郑英珠指出，入门动到区落去迄只剧，百业好大，本来体就属于血管疾病，入了过大之后，就用过导致破裂出血。主要就是当你只区只动作之后，使你只个膨胀呀，血液循环爱回流，伊就个速度爱慢，加只个就是当你。做较侪个动作，即个动作较久了之后，伊碰到个肌力松、疲劳，特别是伊单脚屈啊，然后伊脚个碰到充血，对住个个喺肛门个提升骨头个做功能就可以下降去，即个下个就将突，你能只本身这个体就是血管个问题嘛，所以对是非常最好个。那个在你在压力在大，伊血就膨出来嘛。卫生提醒。
也梦中随着我这年纪当两十人，当面所有人拢能够做。比如本身就已经有体重，啊是到了本身开始接触下去，长期病变，啊是到了本身就有脱肛，啊啊是讲下去体质比较弱，人就比较瘦的人，你就该某点去要先做下动作。卫生话提醒，体破裂出血之后，应该第一时间改变姿势，增加止血。如果长时间血花不足，应该及时送位就诊。慢慢去测哦，你改变这个跳动的姿势，要观察下。如果等伊个血一直往伊做会足，啊，如果不足，再去问。另外，有观察而运动危害块卫生也指出，入门动作的动作对大腿的肌力要求好关。对切光泽的压力好大，不建议普通人做，以免造成脚头骨损伤。尝试做入门动作的动作，要有一定的运动基础，坐姿转换要做好热身运动，以及下肢肌群的抗性等。老人、老健、半月板、颈大、光泽软骨有损伤，甲光泽不稳的人群，则建议卖尝试此类运动。杂志清新五点过。多听一科内容大叫呼卷活动，一个三十多岁的大伯落到河水灯情况极度十分危急，可到民警义工以及热心群众等纷纷行动，最终把落井落水的大伯救了起来。当时落水男子距离岸边大概二十米，虽然注意未关，但由于河内底淤泥较深，男子无法行稳，始终得越来越高。在加上体力不支，随时有被告进火灵堂的危险。就是浑身无力，就在那个地方起不来玩意儿，就是跟洗澡又不洗澡那种状态玩意儿。这阵末被从附近经过的此南天救援队副队长欧景春发现，于是伊立即上在车台情况。我后面跟他聊，跟他说话以后，他走到这里面一点，走到草这里，然后他说他走不动了，就是他从这里摘下去的时候，差不多有接近可能有一分钟，然后他脚是朝上嘛，然后他那时候应该是翻，就是差不多一分钟以后他才站起，才翻过来头朝上。看见男子冲到危险后，欧景春马上设法施救，并拨打了110向民警求助。以后呢，因为我担心他，我走下去他会往外跑，所以我也不敢贸然下去。然后我带了救生衣，还有一个抛绳包，救援抛绳包，然后我就报警了。后面停喺公安控局广药派出所，甲水上派出所多名民警赶到了现场。随后，一名队员又向落水男子，并将救生工具紧紧地绑到男子身上。紧接着，岸边的民警甲执勤群众组成配合，将男子往岸边掹。一狂努力后，男子便划窗拉到岸边，从落水到上来。参与救援的队员到最后都系浸泡了近二十分钟，紧张的营救也使大家能吃到气点喘。对，当时因为他这个体重还是比较大的，啊，加上这个当时的淤泥比较深，啊，当时一名队员是无法把他一个人独自拉出来，啊，当时是有这个四五名民警，还有加上当时一些热心群众的帮忙，一起协同把他拉上岸。上来以后，他躺在地上，他一直就说他腰很痛，他没办法站起来。当时我们也是把他架了上来了，当时我们那泥土很潮湿，我们就踩着泥巴下去了。随后，有一辆救护车将落水男子直接运往做紧急救护车。据了解，男子最终确诊身体无大碍，而在之同我离开医院。目前，男子落水的具体原因以及事故信息，还有台紧急救护车。自民警下落施救的成果，彰显了南岗大爱，也赢得了群众的掌声。为这位大哥精神勇敢点个赞玩意儿。另外，记者到现场抬高，有个别家长叫着老囝到事发最后附近跌倒。民警提醒，事件到来天时炎热，加上天气刚好强度大，溺水事件正入高发期。广大市民及学生朋友，请买到不明最后个绳水，也买绳子与他能隔盘落水游泳。夏天不要到水域不明的地方进行戏水，如果需要进行戏水解暑的话，还是要到正规的泳池水域进行游玩，珍爱生命。七月七号，南澳县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发布关于南澳县报告撤离境外输入阳性个案的情况通报，对撤离境外输入阳性个案活动规则进行通报。根据通报，2022年七月七号，南澳县直属达成九名县民的核中，越南澳区3211号回港，九名县民均未障碍。
那么关于相关部门按规定到核准上进行新冠病毒核酸采样，其他感冒等症状经检测初体各管以上。此关于新冠肺炎目前防控指挥部立即启动应急处置机制，对感染下面实施管控，并同步开展流调及环境消杀等工作。经此疾控中心复核，感冒等症状下面核酸检测各管为阳性，当中另外两名下面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目前感冒等症状下面以避方转运至专人隔离场所进行隔离危险观察，其余两名下面一样要求实施集中隔离危险观察。阁下了解病学史、临床表现甲实验室检测结果，专家组判定七名下面均为境外输入阳性个案，其中三名诊断为无症状感染者。四名将当为确诊病例，更为轻轻。感冒等七名阳性后，面个活动开始做下。四月二十号，乘坐当地首河中出客产业。七月七号明早十一点左右，抵达南澳县红澳镇河港，主动报告后面更不障碍。且近十四日，而往南澳区三至幺幺幺号河中重到接触个南湾，主动做好个人防护，并立即向所到村社区单位报告。主动配合落实相关健康管理措施。同在陌生形势已将严重复杂，请广大市民朋友自觉遵守陌生防控相关规定，关注官方权威信息，自觉配合做好核酸检测，不恐慌，不炫耀，不团邀，不造谣，戴口罩，勤洗手，少聚会，保持良好卫生习惯，倡导健康生活方式。热之症目标是目前预防新冠肺炎最有效的手段，更是每一位市民应尽的责任跟义务。请广大市民朋友尽快积极阻挡之症目标，更多全面两目平常。近日，前总理能代上议会通过了前总经济特区为了调理修订稿，其中大林中国定框架做出了大胆突破，规定如果病人入了二座，买座无位的抢救。为了做到中档期医院，让病人平静走完最后时光，深圳也因此成为全国第一个实行生在二座立法的地区。病人生在立二座，生命临终在买座无位抢救，为了做到中档，加条新法规，对不堪忍受过度抢救之苦的临终患者是极大福音。人之将死，个人意愿既难以表达，更难得到尊重。尤其当各种道光插入身体后，患者大会交流的机会丧失，想要表达想法几乎无可能。即使因过度抢救导致疾控痛苦，也只能被动忍受，得到生命结束。但为了生在儿作，临终抢救事后采取擦光、心肺复苏等创伤性抢救措施，事后使用生命整体系统等，患者更可持续做好膜拜，而且故复如后力，不必担心卫生及结束会随意更改。传统观念来代，老年患者的子女及其他亲人，多患者已处于弥留之际时，总会无辜虑。不尽力抢救的话，惊他会留下遗憾，甚至被白眼打不好。因此，爱多明知为了处事已无法逆转病情时，仍然不到最后不放弃。日子的过程当中，增加的过度用药、检测，甚至过度抢救等，不仅加重了自身经济负担，也给患者带去痛苦，对为了治愈也会造成一定浪费。无聊生在儿中，相关决定来自患者本人，并得到法律支持。结束病可不再面临两人的伤多，也该卫生只只有点心意，到法律框架而做出伤多，将不再无辜了。生在儿中的妄想及普及，多一个还有学等的路条件。前总督赛道创国建立生在儿中之道，到临终决定框架的观念引导及指导探索，皆得为谁。通过指导探索累积经验，为我国普及生在儿作开创一个开黑模式，最终让每位患者拢有权选择家己的临终抢救方式。